主席还有各位官员，是不是请部长？部长请。部长，刚刚那个朱委员好。好，刚刚我们这个委员讲到这个民国101年底全面改为计程收费的这个事情哈。今天的题目是天然灾害的预警应变及危机处理。我看这是交通部的这个危机处理啊。你现在这个自从这个讯息被这个报道以后啊，那真的很多很多的民众啊，对于这件事情真的很反弹了。抱怨这个事实上是民国87年就决定的一个政策啊。那我们现在只是慢慢在走向啊，如何规划一个好完整的配套措施，让它付诸实施的一个阶段。所以现在呢，基本上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处理的，而且事实上这段时间还在规划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说有没有到定案的程度了，有人请你说明，或是有媒体要访问你们说，你们就要把它讲清楚。是是是，就也没讲清楚，好一副就是势在必行的样子。哎呀，真是哈、啊，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我们有在说明了、啊，只是大概力度不够了。我们来改进这一部分。当然力度不够，因为每个人都就是你表示你讲的不清楚，所以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嘛。是。那解读都是负面的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顺便先讲一下这个好了啊，就说这个要这个当然大多数人是赞成的，但是呢，非常感谢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，尤其是短期的短程的这些通车族啊。他们是反弹最大的。以前像我们桃园的话，我们从这个，譬如说我从平镇上去，然后从这个中立下去，也不要收费啊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要了。那那当然，我们觉得这个你这个使用者付费嘛是必须要做的啊。但是我想请问一下，住在交流道旁边的这些居民，他一上去，然后可能走不到10公里就要付40块了呀。40块吗？我大概不会有这个费率吧？付多少钱？我不晓得现在是40、啊。不会有这个费率吧？对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哈，不会说一上高速公路就以现在来算，就算你通过一个收费站，我想不是这样算的，绝绝对对不是这样算。好，不，那反正要收费，就说他这个交流到旁边，他才刚刚就大概不走不到10公里，你马上就要收费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啊，我是需要你们就是能够啊，现在最好你们都点不要讲话，就说你们现在全盘的规划整个配套的这个方案。是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嘛。然后等到正式的全部都每一样都非常的周延，达到了公平合理性以后，你们再对外宣布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，我们正在做通盘的规划。所以媒体在讲这个有关这种收费费率等等这些事情，真的是早了一点了。我们也有在说明，我想我们好好来说明了，谢谢。当然，我觉得媒体报道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个风向球啊。你这报道出来以后，看看民众的反应，就一看，第一个，你们是不是闭门造车？你们定的这些配套方案是不是，没有，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。所以我的意思说嘛，媒体报道出来有好处嘛，就说第一个，他报道出来的，你们觉得不对，赶快澄清。第二个，如果说你们真的是这样做的话，人家反弹那么大，然后指出那么多的缺点的时候，你就要赶快把这个缺点赶快做修正啊，了解，变得更完美啊。因为平常你讲，公务人员有时候在这个办公室里面，自己想当然尔，自己认为公平合理公正，不会，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。结果呢，其实是跟这个事实差很远。我们不会这样做，我们希望不会了哈。谢谢。好吧，那就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。那事实上，我想今年啊，你看甲仙这个镇。地震完了以后，马上没多久，你看3月4号是甲仙，然后过来呢，这个嘉义马上接着来，后来台中，然后过来又是南投，过来又甲仙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半部啊，这个地震非常的频繁，那这个是不是显示出？因为我看报纸写的，是不是说现在地震的频繁期回来？我想这一部分是不是还是请专家来回答了啊？专家是哪一位？气象局长。气象局长，你总算是发挥所长了哈。你说你学地震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最早是学地震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就说最早跟学地震跟现在有差吗？因为现在还管到气象的部分。那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？对不对？气象跟地震两个结合在一起更准确嘛，对不对？谢谢。那请问一下，是不是地震的？我是看了报道说，是不是地震的频繁期回来了？不，这个用这样讲是有一点点。那应该怎么讲？我觉得因为台湾只要地震的环境还在的话，台湾永远有发生地震的机会。可是我讲一下哈，我们有去找了一些资料啊，前年跟去年的前半年啊，那规模六
六的那个地震呢都没有发生过，一次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从去年的下半年，今年下半年就发生了四个规模六以上的地震。譬如说到今年二月，我们的统计啊，四以上的地震有35个，四到五的地震有27个，五到六的地震有8个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算平均数的话，一年平均大概有26个规模5到6的地震。所以说，今年是真的是蛮多的。那我不晓得这样子的那个呈现是不是表示说这个地震越来越多了。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，就是说我刚刚讲过，我们知道地震环境还在的话，我们就永远发生地震。但是对啦，我知道发生地震偶尔会地层怎么板块怎么碰到一起啊，可是频繁度是有根据过去可以做一些统计分析啦啊。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地区经过10几年到15年左右一个地震比较频繁了以后，可能会休息个3、5年，然后3、5年以后会再来一个10几年的。那你认为像我刚刚讲的一年平均有26个，5到6算是蛮大的哦。是哦，然后又是这个日期接得非常接近，这样子算不算依据你的专业知识判断，这样算不算频繁期来临？其实我那是不是说往后就一直连续的，然后一直不停的，常常没事就是震一下，没事震一下。我说如果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，我们在2005年到一直到去年为止是算非常平静的一个时间。对，但是从去年年底开始，我们已经有中趋势上的分析，应该是慢慢进入一个地震活动比较活跃的时间。那会维持多久？但是这样子时间，如果根据统计来讲，10到15年的时间。但是这里面并不表示说地震频繁就一定会造成地震的灾害。我想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。对啊，也就是说，可能说不定外海的地震比较多，或是地震频繁度稍微高一点，但是你的意思说像今年发生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说频繁期会要10到15年都会这样大小余震不断？这是根据过去的统计来看。你的意思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是这样。然后有的可能会很严重，就会造成意外伤害。有的不会。市区里面，如果地震发生在市区的附近，就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灾害。但是也有很多机会是发生在外海的机会也很多。那这些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要让民众知道，或者是说你政府应该有一个因应的措施？是，你不能就这样子。这是我们今天这样子，请你表示你的意见。那其实我们一大堆人也搞不清楚啊。那站在你专业的立场，站在你是政府主管的立场，你是不是应该要推测你刚刚讲的话，10到15年以后大小余震不断，然后呢，有些可能在外海，有些可能在市区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因应？这因应措施应该要告诉我们未来可能预估的一些状况，是不是要让民众知道呢？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你要这个讲的大家吓得要死，但是大家心里要有个准备嘛。报委员，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防震的观念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。因为台湾我们在这个地带里面，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现实，去看到说。那你认为我们现在民众防灾的观念够吗？我想这几年是逐渐在加强了，这是不可以够不够了？不是要加强了，够不够？就是说还是有加强的空间的，那就是不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？对，你是应该你要去宣导，还是说哪一个单位应该要配合你的这样想法去落实？政府相关单位都在做宣导，都在加强这样的宣导。你认为做得够吗？还是可以再继续。也是做得不够嘛，所以说哈，其实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嘛，我们。看到目前的这个状况，我们是觉得政府的宣导是不够，是民众的这个态度、这个想法跟应变的能力也不太够。你看看，我们讲，我部长抱歉哈，你要不要去休息？我就问这个专家好了。哎，我们看到哈，像是智利发生这个8.8的强震哦，那么这个是历史上最强的一个这个最有破坏力的一个地震哦，那。海地呢，这个一震啊，死了22万人。可是智利呢，损失就很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智利它有充分的防灾意识跟防灾的准备。那他们的譬如说他们的这个防灾的准备做得充分，建筑物呢要通过高耐震的要求啊。然后呢，救灾的时候，你的整个一个救灾的系统，他们都有一套这个机制在做啊。所以呢，他们的损失较小，那我们呢？台湾呢？其实，如果刚
这个委员提到这两次地震，其实这两次地震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，所可能造成的灾害也一定会不一样。我不是认为相不相同，而是说一旦发生这个灾害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强还是弱？所以这个时候，你一旦发生在这个地震的时候，人民一般民众该怎么去因应？赶快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措施？对，我们来加强宣导。但是台湾其实经过九二一以后，其实这个地震的知识跟防震的观念，其实在加强。你是说够了，对不对？是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，够了还是在加强？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。进步而已，还是有加强的空间。就是风险的问题是。好，那我再请问一下，甲仙镇啊，这个这次的地震呢、啊，发生这个引出了这个断层嘛？那根据你们专家说，这个断层呢是以前没有发现过的断层，请问一下，我们还有多少个断层还没有被发现？我想，如果就活动断层来讲，即使是这次甲仙的地震，现在看到地表的破裂，不一定就是表示它是活动断层。我想应该专家的术语我们是不管，我只是想要知道，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，是这个断层是没有被发现的话，那是不是说我们台湾有一些地方是没有被发现断层，未来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意外的事件发生？我是想，包委员这样直接跳是有一点点危险的，因为先解的条件就是说，现在发现的那个地表的破裂是不是就是活动断层？当讲活动断层的时候，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去直接去断言它是活动断层？那什么时候可以？这个必须要经过地质学家去实地探测，然后拿。那你觉得需不需要去看呢？现在已经在做了。那什么时候可以有结果？我想这个可能要等地质调查所他们那边。要多久？这可能要五年、十年。这个、是这样子吗？我觉得那太不积极了嘛。如果说有这样的讯息出来，不是应该很积极的赶快去看？因为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去查一看是活动断层，说不定引出其他的一些也是一些活动断层，可能会引发地震。如果你们这样一直拖，那拖到什么时候啊？包委员，这个真的要去鉴定活动断层，不是说到路。我当然知道，不是那么快，但是是不是应该要积极一点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知道结果？我想地质调查所已经在做了，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呢？已经在做了。好，那我还有两分钟吗？没有啦，好，那完，那只好这样。我本来是要讲那个防震的，好啦，那就下次再谈了。谢委员。